雨禾，快去开门，大概是你舅舅到了。哦，来了。舅舅。有请。好字儿啊，严坤，你看这字体，有赵孟俯的圆润，有王羲之的潇洒。不要看，写了好丑。是你写的，真让人不敢相信啊。湖畔烟雨蒙蒙，画此手卷辽公雨禾亲赏。雨禾，这荷花是送给你的，你就像这朵荷花，烟雨蒙蒙中的荷花。长春居士，皇上的话实在传神，皇上的字生龙活虎。那你知不知道皇上的心呢？皇上的心不敢揣测，因为深不可测，不敢期待，只怕期待落空。雨禾，不敢期待的是朕，深不可测的是你。